对太平岛的认定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。登上军舰，蔡总统振臂疾呼，口口声声说要捍卫主权，但随着军舰出港，太平岛该如何保？小英总统却突然沉默，倒是前总统马英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动作频频，忧国忧民。继14号座谈会上向蔡政府喊话，捍卫主权该有所作为。马前总统16号特别在脸书发表声明，并贴上投书媒体的连结，认为朝野当前不接受不理会的主张正确，但不够积极，必须要长期有效的措施，自己的国家利益必须自己捍卫，而不是依靠他国虚伪的善意或者霸道的干预。最主要针对对象是那个蔡总统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有关国土这个保护的这种重大议题的时候呢，是以台湾是以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为最先考量。马英九的10点对策中，要求内政部划定经济海域是首要之急，一旦到位，随后立即与菲国针对重叠海域展开谈判。就国防层面，则要增强海巡护航能量，同时改善飞行跑道，发展太平岛等交通民生设备。再者，透过网络与媒体向世界宣传仲裁判决的谬误，并在太平岛光复70周年之际，广邀友邦代表登岛。我们跟菲律宾之间呢，是应该是有重叠的专属经济区，而且必须要进行沟通协商。你不做，你就没有权利。这在国际法上就是这个样。非常时期得用非常手段，从未声张的海域主权，如今存亡之际，没有容许灰色地带的余地。马英九再三提醒蔡总统，不管如何权衡，国家主权始终不可动摇。记者张凯亮、张宇轩台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